玲玲、笑笑、月月、哼哼。林克家族守护精灵，躲猫猫游戏。我来喽！叮叮叮！我发现你了！又输了！夏夏，你加油啊！再来一遍！夏夏，你应该躲在很隐秘的地方。这样啊，隐秘的地方。我的建议，夏夏这回一定赢。真是奇怪，夏夏居然不见了。哎呦，我听见声音了，夏夏快出来！真是太倒霉了。玻璃棒煮好了，哇，这可是夏夏亲自蒸的哦。让月月先尝尝。这是我刚做的美味点心，大家来尝一尝啊。月月不吃玉米棒了，月月吃点心了。可是月月，你的玉米棒还没有吃完呢。玉米棒扔了吧。点心才好吃呢。月月，玉米棒刚吃了一口呢，怎么能扔呢？那有什么，一根玉米棒而已，扔了就扔了嘛。月月，玉米棒可是夏夏辛辛苦苦种出来的呢。种玉米很辛苦吗？种玉米需要付出很多很多的劳动，浇水、除草、捉虫、施肥。玉米发芽了，长出小苗，小苗慢慢长高，一个个玉米棒结出来了。每天玉米都需要精心照顾。到了秋天，玉米棒终于成熟了。我开心地摘下来和大家一起分享。可是你夏夏，对不起，月月不敢说扔玉米棒。每一颗粮食都是辛辛苦苦种出来的，都不能浪费。刚煮好的玉米棒热乎乎的，我们赶紧吃吧。灵喵喵喵喵喵，夏夏的玉米棒又甜又嫩，真好吃。灵喵喵喵喵喵喵，大家看这玉米笑脸是不是很可爱？哇哦！哇，又得到小星星了！让我看看，让我看看。哎呀，夏夏，你在看什么呢？我在看哪里有火灾。什么火灾呀？那可不一定，消防员要在第一时间发现火灾，立刻去扑救。着火了，着火了！别怕，消防员来了。玲玲哪里着火了？夏夏，夏夏，这里着火了！玲玲，让开，我来灭火。危险，不能泼水，人会溅出来的。那怎么办啊？玲玲，赶紧把煤气灶关了。这下安全了，火被灭了，吓死我了！我正炸鸡呢，没想到锅里的油忽然燃了起来。玲玲，下次别把油烧太热了。灵，夏夏，你是最棒的消防员，你还教了我们好多消防的知识呢。做的项链真是太漂亮了，月月月月，跟你商量一件事。什么事呀，玲玲？月月，你能把这辆河水晶珠借我一会儿吗？拿去吧，玲玲，你是不是也想做项链？谢谢。玲玲不是不喜欢做项链吗？今天怎么忽然想做了？对了，我去看看她做的怎么样了。哇，我又赢了！好吧，玲玲，你赢了三次了。
夏夏，你们在干嘛？哦，这不是月月的水晶珠吗？对呀，月月，我们在用水晶珠下围棋呢，灵。水晶珠下围棋，水晶珠不是用来做项链的吗？月月，水晶珠不但能做项链，还能有新用途呢。月月，你也来参加吧，你一定能把玲玲打败的。哼，我才不相信呢。灵，开始吧，灵灵，让月月来打败你。小朋友送给我这么棒的礼物，夏夏，你的新书包一定是全班最好看的，人家也好想要哦。明天上学就可以背了。那你的旧书包怎么办呀？放衣柜最下面吧。夏夏，你怎么了？这个书包陪伴我这么久，我不想把它放进衣柜了。夏夏，那你不打算用新书包吗？我打算两个书包换着背呀。